有秘方。啊，妈妈呀，让我用那牙齿。你妈做饭那是心疼我，对我好，净在那扒拉事儿。心疼你，那有谁心疼我妈呀？不说。是啊，外边这都是好吃的，家里都是不爱吃的，你咋就便宜呢？小叔哥，你是真咋这么喜欢外头？管他都没吃不吃，回都不用回来了。咋样？哎呦我去！我买的别克为了六代步，光后备箱就有455升，平时录音装备都放里边。后排放倒被子一铺就能睡了，后排出风口睡觉都不冷，躺下透过大天窗还能看着妈妈。加上我车上还有七的，出去待几天都不是问题。车钱没用，你手机里钱，这车首付才1.5万，那你就跟我不轻轻松松。快快快，等会15000，我得回家一趟。哎呀，我都准备这么钱了，回去不给我忘了。我钱呢？电卡呢？啥呀？你想怎么？